那很高兴呢，今天有很多的外国朋友到我们的部落里面来玩。那主要就是说，我们可以介绍我们泰雅族，尤其是今天8月30号是我们今年的泰雅日。对，那我们主要介绍的就是说，让外国朋友可以更认识我们属于泰雅族的一个传统文化，包括织布、编织。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山苏林的一个，森林的一个秘境，对，它也是赛德克巴莱跟那个《西游记》的一个拍摄场景。那除了这些外国朋友可以感受到这些传统的文化，还有一些森林的一个自然生态以外，我们希望能够带给这些外国朋友更认识我们原住民，对，更认识我们泰雅族。那文化特色来讲的话，那就是传统的编织跟传统的手工艺，现在我们的一些耆老都还会。那再加上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耆老的一些传统的一个知识，更能够去教更多的部落里面的族人、年轻人去接受、去学习这个文化。然后其他的特色的部分，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山苏林，山苏林环境，它就是说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林相，包括高的乔木、中乔木、矮的灌木这些，它是非常适合一个我们台湾原生种的动植物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生长的一个栖地。对，在国内来讲，应该算是最大，目前发现最大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山苏林的一个生态。我们心情很快乐，很开心，对，难得就是说有这样子外国朋友，不是一个单单的一个国家，而是好几个国家，包括东南亚还有欧洲的这些国家的一个朋友来我们部落里面玩，所以我们都带着一个非常开心、一个欢乐的心情来迎接他们。当然就是说，这个部落的文化里面，除了在国内的一个能够让，除了让我们国内的朋友更认识我们以外，更能够走向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目标，对，是我们大家努力的一个方向。